中三高级华文单元三：我的社区节。我的社区节，六月十日至七月三日，今年的社区节活动将带您走入社区，发掘真挚感人的故事，探索鲜为人知的事物。现已开放报名，名额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欲知详情，请点击以下网站的链接。 w w w 我的社区节 s g 与师傅有约。每个社区里都有一些擅长手工制作的高手，他们为社区增添了独特的色彩。请跟随我们一起走访社区里的裁缝师傅、编织花环的匠人和烘焙南洋咖啡豆的高手，听他们讲述这些行业的故事，感受手工制作的温度。日出日落社区之旅，黎明时分。 大地还没苏醒，让我们跟着爱鸟人士一起去禽鸟园地听鸟唱歌。在落日余晖还未散尽的时候，我们会到社区里的最佳观景点去欣赏天边的晚霞。夜幕降临后，我们将带您去几个宵夜好去处，一起品尝社区里的美食。咖喱文化之旅，新加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。 他们都在为国家的发展添砖加瓦。与此同时，他们的饮食习惯也丰富了本地的多元美食文化。同样是一道咖喱，不同的制作方式给我们的味蕾带来不一样的体验。导游会带您到社区居民的家中，品尝日式咖喱、斯里兰卡贾夫纳咖喱和欧亚族裔的魔鬼咖喱。 此外，不同的族裔还会为您介绍制作咖喱的方法和小窍门，讲述咖喱背后的故事。生词朗读：真挚。师傅、编织、烘焙、黎明、苏醒、琴、余晖、晚霞、添砖加瓦、味蕾、族裔。